嫂子，你受苦了。小妹，是你，是我，是我，小妹，都是我害了你，是我，是我。小妹，擦干眼泪。嫂子，赶快把枪给我。不，小妹，快走，快走。我能荣幸的见到你，感到很高兴啊。特别是能荣幸地见到川东区委的领导，那都得感谢彭敏霞啊。放你一条生路，怎么样？呸！你这个魔鬼，你痴心妄想！自己好好想想。我们走。说话是算数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痴心妄想了。江小姐，你看他多残忍呐！来呀，给他们两个绑到柱子上面。是。他奶奶的，昏过去了。老子打几个什么？赶紧醒醒啊！挺好打，算得了什么？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。对着死亡。有夜莺作证，小妹的手是清白的。我会将此情况尽快汇报给组织。啊，王小姐。徐鹏飞，你凭什么抓我？就凭你死灰电报擅自乱逃，我就凭这两点我就可以抓你。来呀，走，走，快起来，带走。快点啊，让我赔个不是吧，好吧。来啊，来，拿起手杯来吧。啊，对你们没什么好说的。你看，还是说出来，放个音乐。你看，王小姐，多么动听美妙的音乐啊！你看，美酒，啊，动听的音乐，人生是多么的美好啊！你死，多可惜啊！是吧，刚才给你喝喝酒，给你听听音乐，多美啊。你看你现在马上就要到极乐世界去了。王小姐，我也是舍不得动你这个心啊，我心里也不好受啊。啊，说不说啊？呸，你还嘴硬，老子今天要扒成一层皮。我说今天老子要扒他的皮，你还不说？怎么样，王小姐？刚才这个梦做够了没有？还想做梦吗？Thank you.